接下来呢是陈诗龙，今年6岁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我没看错，我没看错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亮，我是6岁，今天我要唱的歌是《澎湖湾》。外婆的澎湖湾啊 ，OK， 来掌声一下，厉害！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冲沙滩，没有烟雨在
谢谢。祝你表演，再努力读书，祝你中秋节快乐，我会想你哦。等一下，六岁吧的。刚刚啊，你有没有生气啊？因为你一直叫大家 come on sing， 没有人理你啊，你会生气没有？会。不会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不生气？他们没跟你一起唱。没有，因为你很享受在舞台上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你会唱跳 rap， 因为唱 hip hop 的，你喜欢这些曲风啊，和表演，是啊。啊？你才六岁罢了哦，你就会了哦，哇，好厉害 ！Yeah, Rocky， 没有吧？我错了呀 ，Yeah，Yeah， 然后很有力度了 ，Yeah， 啊，来，剑锋，你是用什么玩什么？好，谢谢我们的诗龙哈，诗龙，哇，诗龙，我想，首先我想问的，我觉得你的表演一表演完之后，我只有一个字，哎，三个字懂吗 ？OMG，Oh my God。真的很厉害哦！我想看爸爸妈妈在哪里，有来吗？哦，爸爸妈妈有来吗？是不是？我一点不像吗？最少几不像，我也觉得在讲哦 ，hip hop 都不像 rock 啊。不过呢，你真的，你就今天你其实这 match 的很好，就把很多不同类型的这种表演啊，包括 rap 啊、rock 啊，就是唱歌啊，各方面都混合在一起。哇，这个表演真的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，很厉害哈、啊！真的太厉害了，只想讲一句，很棒啊！这个耳温是给阿爸妈妈听的了 ，OK？ 好，真的非常棒啊！谢谢我们的诗龙小朋友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